今天是我第一次相亲，对方是位成熟男性。这和成熟已经没关系了吧？我知道了，一定是他本人不放心，先让他爸来把关，而他本人就在附近。大爷，这种事儿呢，您还是多听孩子的想法。那是初恋，哪有黑的呢？我这个形象，您家里人应该很难接受吧？让马色做，媳妇不能做贴漂亮的，你在这儿等会儿。出现了，六十岁的妈宝男。你妈还挺操心的哈。俺妈临走前真放不下这事儿，要我一定把媳妇带给她看看。带哪儿去啊？不过你别怕，我爷还是很好的。我不是怕你，我是怕你妈。果然还是直接拒绝吧。我就直说了吧，你岁数还大，咱俩不合适。大爷，你怎么了，大爷？别人年纪大了，受不了刺激啊！他这人年纪大，没错，也不能什么错。对呀、啊，好险，差一点就冲动了。要不多骗他喝水，趁他上厕所，我赶紧溜。要不你也自我介绍一下？我叫小马，是个身高1米9的女生。今天出来相亲，对方是个183奶狗体育生。三个标签你就占了个狗字儿啊！哇，你好高啊！当你男朋友一定很有安全感。有点不确定，再看看。哎，你是体育生哈？那你是练啥的？你猜对了，我就告诉你。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他在撒娇？是健美操了？还挺适合你的。5.5。此刻我多么希望自己听不懂中文。你看起来就阳气很重的样子，不像我，我攻。多运动运动就行了，我体力不是很好。花姐姐啊，你下次还能教我滑冰吗？该死，看久了竟然有一丝甜美。要不我送你回家吧？不用麻烦了，他就在附近。麻烦你了。我们每个人都有罪，犯着不同的罪。我发誓，这是我最后一次相亲，这次对方是个外地人。这已经不是外地的问题了吧？哎，他说话了，我是不是应该向他展示一下我的外语实力 ？Flower World Charming Eyes Without Power The Aunt Show Your Face in Jackie Mao Nice to Meet You。但实际我说的是，你好，我叫明玉马，你脚深吗？哥们，你老干啥人挖了？出现了进口百灵鸟。你中文说挺溜啊。还行吧，都是我中国前女友逼出来的。呀，那咋分了呢？他根本不爱我，他和我在一起为了选英文。中国女人好样的。就是不是西子不来吗？站吗？站了，你却变为了梦境啊，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。前女友，你能教人点好的吗？我每次唱这个歌就能想起我的家，一个离中国20000公里，飞天把太阳照到小菠萝。果然还是婉拒了吧，我妈说远嫁要受委屈的。每天都要笑金话，很枯燥，家里连马桶都是金的。妈妈，其实现在交通也很便利，我的要求也不高，前妻爱我就行，起码能记得就是我的名字。外国人的名字是挺复杂的。我到，我不拐拐拐，人家转拐拐，我甭拐毛啥事。我打赌他说不出第二遍啊！我不拐拐拐，人家转拐拐，我甭拐毛啥事。这是你爸刷牙的时候给你取的名字吗？我不拐拐拐，我不拐拐拐，人家转拐拐，人家转拐拐。妈，这道题太难了，我不会做呀、啊。今天出来相亲，据说对方是个 rapper， 居然还有几分姿色。应该是拿智商换的。是马明玉马小姐吗？对。哦，嘿，要你的目光就是我的兴奋剂。这里是 Little Happy AK 所在的玉屏大地。妈妈，我有床上恐惧症，我害怕。马明玉不要慌，先让你以前学的，第一句往上扬，第二句往下荡，第三句加四根，最后 hold on。刷下明月光，你是地上爽，地球旁边四根，低头四顾，哗啦哗啦哗啦。哇哦 ，Cool man。说点什么？你不是 rapper 吗？哎，你会弹舌吗？啊？哎，不是，是。我为什么要学这个？不是，你要舌尖贴到上牙膛，然后舌尖放松。哎，别灰心，这个东西就要靠慢慢练。来吃饭呀。我还想多练习一下，主要是不太想吃泡饭。怎么才能像你一样潮呢？我以后避免一下。这还不简单吗？以后你就上我这儿来，我亲手给你弄，绝对潮。行了，李梦老师又搞定一单，这个月又销冠了。哎，别想，这是我 homie 啊，来 homie 办卡。你瞅你的头发糙的。我操！今天又出来相亲，据说对方和我是短视频同行，但是同事就过分了吧。
周末开会，你看看有人理你吗？你这收到，王总。滚啊！资本主义的走狗。咱俩的事儿，公司没人知道吧？偷偷摸摸的办公室恋情，想想就刺激。一急急急，背背背背背。好巧啊，小马，董哥，你们俩在这干嘛呢？我跟董哥排练年会节目呢。狗都不信吧？这离年会还有半年多啊！哎呀，为了公司荣誉准备半年就算什么呢？快录下来发给王总听。那你们两个加油。你碰到一个女孩子的手不说点什么吗？你的良心在哪里？你的风度在哪里？咱俩婚礼在哪里？孩子以后上学在哪里呀、啊？要不看我到的快递吧。啊，就这、啊、没必要做到这种程度吧、哎、要不算了吧。没事，我可以的。天哪，他憋的皮都皱了，斑都明显了。过年了，就这面膜我上次偷偷用了公司美妆博主，觉得还不错。它是有国装制造的，你看里面成分有时眼珍珠、维 C 和熊果苷精华。它是熊果苷，你知道吧？能深入肌肤阻断黑色素生成，减少色素沉积。没必要安利到这个程度吧？而且真的很划算，原价398，现在69.90十盒，算下来一片才1块钱，还送一个美容仪，40-50就白给。别念了，师傅，收了神童吧。哎，小马。哎，王总，好巧，我说没见小马回消息，合着你俩在外面工作呢？利用工作时间选品，赶赶工作进度。诡计多端的打工舔狗。那我也旁听一下。怎么又在加班啊？亏大了！今天相亲，据说对方是个暖男。哦，暖气片的暖吗？这么热，我开车带你去避避暑吧。走。感觉是挺体贴的。电瓶车？嘚嘚。还是声控的？声控的。就不用解释了吧？怕你晒，特意给你带的。很贴心，但没必要。Only you。没事，一会儿开起来就凉快了，抱紧我。怎么居然还有一丝浪漫？没想到是来海边，夏天海边少年，一听就很适合恋爱。个屁！趁热吃，别化了。谢谢啊，就一个吗？趁热吃。矿泉水高4克了，我就买了一根。十级美人，救命！他真的好温柔。那我再给你买一根吧。我刚刚吃过了，这是个巧克力脆皮雪糕。巧克力脆皮雪糕。果然女孩子不太凉的，我背你回车上喝点热水吧。送你回家吗？送我出家吧。今天相亲就一个字，速战速决。小马 Lucas。 英文名鹦鹉海龟现举青岛。这么优秀，不过我的形象在女孩子里不太常见，能接受吗？没问题，稀缺就是价值。有格局，展开讲讲。我这边颜值九红，别墅三套，平时有24小时管家照顾，饮食起居，平时喜欢踢球攀岩，您呢？我颜值一般，房租1400，下雨只能往家跑，会玩只能手机。这么优秀，不过我脾气不太好，不开心的时候会打人，之前女朋友每个都挨过打。没关系，我都是伊里夫人。没问题的话，咱把事儿办了吧。现在领证。我喜欢快速试错。地址。你别这么看着我。你自己啊。啊，难道他想让爸妈见证？你配吗？哇，你不把猫带来怎么配呀、啊？你不早说配猫？我一直在说配猫呀。Lucas， 鹦鹉牌颜值九，别墅三套，管家照顾，饮食起居。啊，我理解错了，我以为配狗呢，那是狗配不了。单身狗，我是黑上只少女小马，黑 T 长腿直女。今天约194的男同事出来玩。194，哎，跟他站一起会不会有压力啊？完全没有呢，咱俩出来的事公司没第三个人知道吧？办公室恋情印象不太好，也就大乔、小乔、啊，那还行。小乔、大乔、龙城、梦迪、佳琪、泽西，你搁这点名呢是吗？其实也没有很多。他不会是？不要不要做那个！他怎么跟个猴一样？你看前面树枝了吗？我劝你不要。怎么样？是不是很轻松？奇怪，我死掉的小学记忆突然开始攻击我。是我兄弟，去年总是坑我。我明白，我真明白。加油！你明白啥呀？不是，我没说我要高考呀，我是女的。马哥，咱们是不是？怎么还叫人家马哥呀？我怎么发出这么恶心的声音呢？我可以把咱俩的合照发给我家里人吗？他们总问，总问我是不是不喜欢男的。当然可以。咋了？要不我这样去解释一下。我是小马，一个身高1.9米的甜妹。欢迎回家，空手吃三妈，你爱不吃俺妈。有人七夕恋爱，有人七夕吃瓜，我不一样，我打工卖花，赚情侣的钱，养自己的家，我可真是个致富小天才，铿锵女人花。花怎么的？50，一只。啥花这么贵啊？这是卖武汉银把的吗？那
宝宝，要不咱不买？这支玫瑰送你，代表一人一个。七夕快乐，小美女。男人有时就得推他一把。来，给我拿五支。一共二百五。二百五不太好听吧？是不好听，那就二百八吧。哈哈，当然，我最欣赏的还是浪漫的男士，因为他们永远大方。你这儿有999朵了？我想给你买，这也没有这么多呀。我想买11朵，不会也没有吧？稍等一下哈，您的11朵玫瑰花，请问咱怎么支付？对呀、啊，京东上买的嘛，送鲜花小时达，百万好花同城时达，七夕当天买，当天就能到，有新鲜又好看。你不早说，那我干嘛不在京东上买？那你也别问我呀。没事，你现在还能买，七夕还没到呢。搞事情，咱把你慢走哈。又是羡慕情侣的一天啊，哎，闹挺。